Hello， 大家好 ，Ray Wan Des。好，在刚刚不久前呢、一个400处 MB 的资料下载进来，然后其中就有极限在觉醒的能力情报，还有就是一些第二弹活动，应该是接近第二弹了，因为2月8号、2月10号这么个样子，他们的活动开启。那么首先就来聊一下就是那两样小东西先，然后我们才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极限在觉醒能力。首先的话就是大阪会场的限定活动啦，有追加任务这么个样，那么像东京会场那个样子啦，当粉丝见面会的场次完了之后，过后游戏内也会导入啦，所以这个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拿得到这一批龙丝，但是多少目前没有去计算。然后再来的话会有一个新关卡追加，那么其中关卡它有各种任务，然后可以拿到龙丝，再来重点就是可以拿到国际大专用的技能一，就是我们最新的季限定大奖的国际大专用技能一，那么就跟去年的周年技能一是一样，八百房六彗星四百房，金技能一的时候六连击六百房都得一千八百房怎么个样子，可是在银技能一可能拿去换成回避或者或许会更好啦，这个就看情况来使用。 OK， 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小东西了，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极限在觉醒啊。那么最后这一次极限在觉醒的将会是这三张，可是我们可以拿到的龙石就只有来自布罗利三人组罢了，因为这两张都是从复刻的那个应该叫复刻的那个极限在 area 极限在激战来打。这个巴达克基内用的是假面巴达克的那一个徽章，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用那个素属的那个布罗利愤怒布罗利的徽章嘛，就长得这么个样。 OK，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布罗利三人组他们的能力吧。对，大家可以看得到三维数值因为是 LR 的关系没有变动，队长技的话剧场版 BOSS 7D 加4血攻防 150% 提升，集体 7D 加4血攻防 100% 提升，然后必杀效果跟超必杀效果都相当惊艳，必杀的话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极大伤害，然后大幅降低攻击，超必杀方面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超级大伤害，这边直接加100嘛。虽然说必杀跟超必杀看起来是很爽啦，可是实际来算的话它的数值也没有来到很惊艳的地步，不过这张因为它是有一点偏辅助来用的关系啦，所以还蛮合理的。OK， 那么整体的被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啦，每取得一个气意啦，自身的攻防就会 30% 提升，那么每取得一个体气意攻防也会再加 10%， 所以取得体气意的情况下我们是每一颗珠可以获得 40% 的加成，这么个样子，吃的越多那就越高。 OK， 再来的话就是每一个气意取得啦，气力会加2，也就是说取得体气意气力就会加4， normal 的就会加3。 OK，那么就跟过往一样，取得速或力气意的情况下全员气力加2，攻击 39% 提升，取得技或支气意的情况下全员气力加2，防御 39% 提升。所以这边来讲的话这个辅助啦，大家也是可以看情况来做选择啦。不过比较简单的话就是直接取得红气意，全员气力加2，攻防 15%。 假设你还是想要比较走辅助面向的话，就是红气意再加上这些另除了体气意之外的四个属性气意，那么获得的那个其中一趴啦，就是攻击或防御就可以 extra 再提升啦，这个就自控性还不错，当然也是要看面板转珠转的怎么个样子。立珠也是很重要。 OK， 这个就是比较辅助向的。再来的话就是必杀发动时攻击加 39%， 也就是上 Q， 然后气力条达到24的时候，必定必杀追加发动，也就是说超必杀这边超大幅上升，然后还会获得一个大幅上升，直接150% 再提升这个样子。 OK， 然后这边的话24气这个后面还有就是剧场版 BOSS 或者超 BOSS 的全员会获得 10% 的 extra 减伤，就是气力条24的时候，可是要行动之后，因为气力条的被动都是行动后才会触发，如果是有
把它摆在一号位，然后来使用，可能就可以让后面的两名角色获得更加好。不过大部分的情况下要看情况来做那个选择，因为接下来被动就是它有一条高确立的回避能力，所以放在一号位实际来讲还是 OK 的啦。而且吃到七个气翼以上，不管任何属性也有必定回避。假设在一开场这个关卡是可以回避的，然后又可以吃到七个气翼的话，哎，那么就直接摆在一号位，让后面两位都可以吃得到减伤啊。这个运用方式啊，就看场上的情况而定嘛。然后再来就是，哎，血量60%以下时，除了体气以外，随机一种类气翼，然后会转属性气翼，会转成体气翼。红气翼不动，那么这样子就有机会获得红气翼来获得那个更多的辅助，这个样。然后血量39%以下时，哎，限定一次的全部的气翼转成体气翼，这时候就可以做成一个超大幅的那个火力出输出，这么样子。OK， 这个就是它的整体被动。那么最大加成在5体气翼加2红气翼的情况下，攻击435%，防御行动后670%，连必杀过后，哎，863%，这么个样子。然后如果是潜能在方面呢，连击多给一点，然后彗星稍微有一些，因为这个本身没有加彗星嘛，想要一点输出的话，彗星就稍微点一点。主要连击上面，连击再多一点的话，那么它又可以更多的那个造成，多一次火力，那么也可以再把防御力再往上拉一点点啦。OK， 那么这边的话呢，哈，数值方面我就选择了跟我们的树大部做连接了，主要就是树大部才会给他带来200%的队长技，而且他们的相信要说好的话也不到哪里去了，但是可以使用啦，嗯，因为这张可以辅助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大部嘛，那个树叔的部落力。OK， 那么大家这张算是蛮旧的卡了，很多人都才行了，相信，虽然说我自己才刚刚抽到，那么大家可以看稍微数据，然后。哎，吃到五颗气翼的情况，四个体气翼，一个红气翼，其实可以达成24气了。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然后922万再加587万的连击必杀，那么就可以达到1509万。假设如果连击多一发的话，就可以直接破2000万的火力。这边想要多一点输出，那么彗星可能就要点高一些。可是本身的防御力并不会到很高，哎，19.7万是行动前，行动后的话49.4万。假设有再连击多一下，也大概去到一个60出万，防御力是不会高。所以在只有吃到这么少的那个气足的情况下，然后。还是摆在二号会比较安全一点，虽然说那个减伤没办法让一号位次用到，然后有点小可惜了。嗯 ，OK， 那么再来的话啦，就是气和气一吃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在一号位了，因为必定回避嘛，只要关卡没有锁的话啦，哎，就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哎，1134万加722万，哎呀，720万这边我有没有算多？我每次都会有这种疑惑，突然感觉含量很高，可是实际是差不多这个样子。1856万，如果连击的话，可以去到2500万。那么防御力方面，在吃到气壳组，只要没有封锁回避的话，是不用在乎它的啦，因为必定回避嘛。但是也是可以吃到60.7万，再连击的话，可以去到差不多80万这么个上下。是没有到讲特别高的数值啦。不过这张因为比较偏向辅助啦，我们以前这样用下来，而且有一个必定回避的能力，所以官方也不会拉到特别高给他，所以这个样子的状态其实差不多。如果血量维持在60%左右的话，一直有的专注的话，那么也算是一个不错使用方向。那么再来的话就是23颗气翼的情况下，哎，脾气23个，就是他有一次的机会嘛，全转，那么火力就会很高，直接去到将近5000万。如果是可以自己的连击再出发的话，可以去到7000万。防御力，哎，就甚至可以高达200万，这边是到165啦，甚至如果是三连击的话，是可以去到200万这么个上下啦，接近55%其实也不错啦。哎，只要可以吃到气壳族，因为基础能力大家都一样嘛，只要可以吃到气壳族的话，基本上就算是相当安心啦。这边就依照关卡的选那个情况来做选择，不能回避的关卡就可能没开到路的朋友尽量不要带啦，因为有点小危险嘛。那么有开路的朋友，那么就 OK。至少线下的关卡真正所回避的也没太多，所以还可以接受。但是比如沙漠的关卡就不要了，那个真的会真假痛苦啊，呵呵，会被干爆。除非就是想说，开道具的话，那就还 OK。OK， 这个就是部落力三人组的整体能力。那么他的这个关卡特工啦，是剧场版 Hero， 所以是相当简单去敲啦，呵呵，有那个狗鸡大在，哎，就 OK 啦。OK， 这个就是我们部落力三人组的极限。接下来的话是这一张，
巴达克 NG 内，然后它的连接，它的类别其实不多了，也就这六个。可是这一张的话，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它除了就是主动机这边可以辅助之外，然后它又多了一个 extra 的辅助，这一点我倒还蛮喜欢。而且它的自身能力加强真的是很夸张。OK，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超隶属的巴达克 NG 内，他们的三维数值的话，然后极限在觉醒之后拉到蛮不错，就有限定卡的。限定卡极限在前的等级啊，一万气的攻击跟一万亿的防御力，然后队长技的话不重要不堪，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这个真的是有够奇效，超大幅上升给他，然后超特大伤害，然后再来，这个重点，除自身外两回合全员攻防 22% 再提升，妈呀，这个超级奇妙技有没有？这个就我自己很想要得到的，因为目前来说两回合攻防上升的角色然后很少，像上一次就宇宙35号我就很想要嘛，然后这一次又多了这一张呀，死可以讲，那么这一张的被动也很猛，自身的攻防 122% 提升，名称孙悟空在队伍内存在时气力加4攻防 122%，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Junior 跟鸡牛之外小悟空都算，小悟空都算，这个就已经轻松非常多了，所以因为这个当然啦，他本身的能力原本就有啦，只不过就是现在他有稍微提升一点8罢了，没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然后回合开始时，血量 50% 以下，然后还有多一次回血的能力，这个也是悟空有在的话才有的，这个也不错啦，那么除了自身外攻击参加中亲子之判类别存在时，然后攻击时攻防会有 122% 提升，这个是做相乘的，然后剧场版 boss 的敌人存在时攻击加 122%， 名称 Freeza 的敌人存在时气力加4攻击 122% 提升，然后必定会行，这个是整体被动长这个样子，那么当它的被动全满的情况下，然后最大加成攻击1205%，差了一个位数，然后防御行动后588%，看起来不高，可是实际数值真假夸张，我大家这样看一下，这边是选择跟技术的巴达克做连接，主要就是想让攻击看起来比较高吧，不过实际来讲随意，其实他的只要满被动攻击都不会低就是了，这边的话是170%跟200%啦，队长记下，因为这张普通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才行啦，毕竟也是很久的卡了嘛，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200%状态的情况下，然后攻击，特攻有的话1078%，特攻没有的话，如果特攻有的话1460%，60万，然后特攻两个的话就是剧场版 boss 跟 Freeza 都存在1842万，那么可能是有 Freeza 然后又没有剧场版 boss， 这边我们直接乘以一个 1.9， 差不多要到3000万啊，特攻方面有的话这边两个的话就直接超过3000万的，非常会行的话然后这张的话主连击，主连击绝对是舒服的啦，然后防御力方面的话这个主要就是大家要看的东西啦，21.4万，95.2万跟142万，这个当然是理想状态了，亲子之判类别存在的时候，如果亲子之判少掉的话，然后整体的那一个数值会掉得非常的多啊。对了，那个防御力行动后刚才的那个介绍，然后我突然想到了，难怪我觉得看到好像有点不对路，原来我是少算了那个亲子之判的攻击是122%，我直接加了过后忘记乘，都没拿塞，等一下那边我会直接从字幕上面改动，大家自己看，不好意思，我突然现在才发现到。那么假设如果是亲子之判没有触发到的话，那个就会防御力可能会掉一半，防御力砍一半，大家自己可以感受得到，剩下40多万跟70多万这么个想象。如果只是想做狗鸡蛋队伍内，就是剧场版 Hero 队伍内做辅助的话，然后这边就可能会影响，可是当有剧场版 boss 类别或纯粹下人，我们把红神悟空来跟狗鸡蛋做搭配的时候，依旧是可以让这一条被动给触发，亲子之判的被动给触发，所以
他坐在三号位的辅助也还行，主要就是那个攻防 22% 提升，可是他因为他本身啊、哦、没有再做更多的那个辅助啦，所以大部分可能就是他比较有战力的时候才会来运用比较多啦。嗯 OK， 这个就是巴达克跟吉内，整体来讲是不错啦，主连击就 OK 了，看要复回避还是复彗星都可以，可是彗星应该是没有那么注重了，对我们来讲，因为面对弗利萨的话都已经有特工了，虽然说也不一定讲会放在一定是面对弗利萨的敌人才使用了。嗯 OK， 那么最后的话就轮到这个Broly and Baragas， 那么 Broly and Baragas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数值极限 Z 之后三维16272的攻击，10730的防御力，然后队长技不重要，必杀效果防御力无限上升，超好笑，给到他防御力无限上升，然后超特大伤害降低攻击，不过虽然说是有无限叠防啦，可是因为他被动的关系啦，导致他很难到很夸张那个行动前被动必杀发动时攻防 150% 提升，高确立必杀追加发动可以连击必杀，那么当回合中每一次必杀发动减伤 26% 提升，也就是说每一次连击必杀就会提升26，那么26 52 78 104这么个样子假设4连必杀的话，然后它的被动加成，被动来讲是全连是有机会达成的。 OK， 再来就是纯粹赛亚人或组合类别全连气力加3攻防 50%， 这个很棒，然后纯粹赛亚人或超 hero 敌人存在时自身的气力加3攻击加 180%， 然后高确立必杀发动，所以这边的话就两发了嘛，然后自己的气力一发，然后再来连击潜能连击一发，这样子的话就有四发，所以这一张虽然说是辅助啦但是就主连击可能会更适合他，主要就是为了触发那一个减伤 26%， 只要触发得到那就很好。OK， 那么这边的话三号位做辅助用啦，数值方面啊我都是讲连上通用连接啦战斗民族啊零战啊超级战，这边普通就是攻击 35% 防御 5% 这个样子，那么这边我也是假设啦每个回合两发必杀的情况，然后他的队长机啦大部分都只吃得到 170%， 所以就看170这边，因为他也只有两个类别啦，非常的惨，纯粹赛亚人或者 combination。 OK， 攻击方面的话有特攻的时候675万，没有特攻307万，就没什么特别，重点其实在防御面上面，初始7.4万，这个是低到一个不行，所以很重点的就是有全体攻击的关卡不要带它，这个是真的要没带，你开了 Wish 都救不活它，行动过后它会很猛，可是行动前它很残念。 OK， 初登场这边初始 7.4 万嘛，行动过后 29.7 万，那么假设可以开到两发必杀 29.7 万配上 52% 的会那个减伤力度还算是可以扛得住的，那么假设可以连到三发必杀的话 78% 的这个减伤，那么将会更加的猛这个将会更加的猛 OK， 那么再登场因为这边是讲做辅助嘛，再登场就是第四回合了行动前 11.8 万，上一轮开了两发必杀，这一轮再开多两发必杀的话可以去到 40.8 万看上去数值是没有很高，可是两发必杀之后就有 52% 的会那个减伤，那么这样子配着的话就会更加的理想了。那么再登场 16.3 万，老实说他叠了4次攻击 16.3 万，这边的话啦面对全体攻击依旧是扛不出了然后再来连走两次52万，然后再同样52% 的减伤如果有连更多当然是最好啦这边只不过是以一个比较 normal 的数值来计算，主要啦就是他的连击必杀绝对是要给到够啦，因为可是啦因为被动当中啦他给的是高确立必杀追加发动，只有高确立的情况下，因为他没有追加普攻，所以也很难去触发我们后面的这一张，讲真的用起来那个赌的运气成分是相当高了。可是当你的自己潜能点连击点的高了单回合两发必杀的那一个期望值还算是相当有了就差不多是长得这么个样子了。这一次 OK， Baragas 比较纯辅助来用然后巴达克基内的话比较主要像主攻手来用啦，因为他的火力什么其实还要猛，比他的那个辅助还要猛而且这边还没有计算假设开了主动技过后然后还可以再乘以 1.2 可以直接突破2000万，假设是全被动满足啦那么这边的话三张的极限 Z 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啦那么就
它是几时开了？我稍微 check 一下啦，哈，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点，它的那个关卡。ちょっと待ってね。OK， 关卡的话是2月5号，2月5号就星期一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极限在觉醒的任务是在2月5号。下午4点的时候，星期一啦，星期一可以获得极限在觉醒，这三张应该都是一样啦。好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じゃあまたね，拜拜。